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校园新星官张艺兴。耶！今天我将发布本周的校园红人任务卡。本周的挑战任务是使用微博故事，在15秒内模仿任意一段我的舞蹈动作或者是表演片段，分享到你的微博，并 at 微博校园。如果你能 get 到 she 的灵魂，表演够创意或者还原度极高，你将会收到我真诚的点赞。耶！更有机会获得校园红人榜的打榜资格，获邀出席12月7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校园红人盛典现场，与明星大 V 一起共同见证2017年度校园红人的诞生。准备好了吗？快和我一起释放你的红人天性吧！加油！